天的主题和服饰有很多中国的元素，中国新春的元素，感觉跟它的这个新春的氛围有很好的融合在一起，就给我的感觉就是很不一样，能体会到这种新年的感觉，有一些新春的元素，然后包括整个节奏是比较轻快的，有一种过年的感觉，觉得挺好的。特别是你可以看到有米奇形状的灯笼，它是将迪士尼元素跟我们传统的灯笼这种元素结合在一起，然后就要想起了什么灯火里的中国。